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，左雪溪的男生要找你打架。约是约了，但没看见他们两个人啊！我看他们也不敢。我可是有志奇，谁敢动我？开门！哎，快点，利索一点，敢耍我们！真是！怎么办？门好像被锁住了。我试试。 行不行啊？快点！走。这两个小子跟我玩阴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一会儿该集合了。还能怎么办？等着呗。哎呀，这灯怎么了？ 志奇，你怕黑？我是佑志奇，我怎么可能会怕黑？那我关灯试试。别动！别乱动！ 志奇吗？他们先快在干嘛？走，看看去。他们什么情况啊？不是出事了吗？我录下来了。嗯，佑志奇仓库晕倒，被星宇校草所救了。 这是我家，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，请你好好的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然后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吧。我喝多了，但我的衣服是你帮我换的，要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的有多恶心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换洗好，在外面晒着呢。 尤志奇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换我衣服？谁让你？你干嘛呀你？尤志奇，给我开门！尤志奇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开门！开门！让我进去。谁？谁敲门？我经纪人啊。你别让他进来。
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我们用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啊！不看是吧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他好像有妖事。啊！有人起，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啊？有人起，给我出来！喂，你更年期啊？你好端端的翻我床干嘛？是我床卫生间了。喂，我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干。闭嘴！你是不是带了个姑娘回来啊？什么姑娘？不知道。就算你没带姑娘回来，能不能有爱豆觉悟？我保持我帅气的面庞，还不够觉悟吗？尤志奇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又上热搜了？上热搜，有什么稀罕的吗？是，但你今天的热搜让我意想不到的稀奇。自己看。这拍照技术也是难为你能认出来。那不止我能认出你，全国人都认出你。好在没认出这姑娘。你跟我说，这姑娘到底谁啊？她。你们继续。不是吧？挂断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听东东跟我说，昨晚幼稚奇也没回来，他们也被宿管抓了。幼稚奇也没回来？我看我们报警吧。哎，别别别，成明跟幼稚奇在一起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，要是出事儿的话就上热搜了。嗯，上热搜了啊。幼稚奇竟然深夜与不明女子一同就餐后离开，什么时候爆出来的？这不就是成明吗？嗯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落他头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和幼稚奇传绯闻，全网都知道他了呀。好了，成明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肯定有什么误会吧？这还误会？都这样了，他昨天晚上没回来，他俩说不定去干嘛。嗯，行了，你现在最起码知道成明跟幼稚奇在一起，说明他人没事儿。刚刚我觉得是我脑子抽，看来真是错了，照你比我还差远了呢。哎，你怎么想的？把姑娘往家里带，你是觉得这里安全吗？你就是带去酒店都比这儿强，我还能着不着吧？麻烦把你脑子里面龌龊的东西收一收好不好？你以为别人就不会这么想吗？怀疑你是不是跟人姑娘有仇啊？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桃色新闻舆论攻击对象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吗？你说的是会攻击她？你觉得呢？你是第一天进圈吗？你去看看微博底下的评论。这些话呀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。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喜欢任何一个女孩，你保护不了人家。对不起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跟你没关系。微博的事情，你处理一下，我先跟他去上学了。对不起啊，悠悠姐，
这件事都是我喝醉了才搞成这样，你千万别怪幽之奇。小刘，你把车子开到公司底下。敢！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儿给我收拾烂摊子。烂摊子就交给你吧。走。哎！哎，玉哥，车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女孩真的是，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位小姐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呢？回答一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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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是同学，昨天只是同学聚会，请你们不要妄意揣测，更不要再来骚扰她了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大家请让一下，不要妨碍我们正常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配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行，下回注意点，有什么事儿叫我。谢谢医生。那你在这歇着吧，我去练声乐了。哎呀，疼！哦，怎么了？手疼。手疼？胳膊也疼。胳膊疼？啊，那我去叫医生。快！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腿疼，腿疼。腿疼。对对对，快把我扶上去。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保安，快！这这儿吗？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再上面一点。这儿。再上面一点。这儿。再上面。啊，手疼。你自己待着吧。我去练声乐了。这个世界上难道只有魏峰可以帮你练钢琴吗？那你帮我啊。我不是愿意帮你，是我愿意帮我的粉丝。我是一个有责任的人，我粉丝遇到困难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可是今天学校的琴房好像都已经预约满了。哼，你对你爱豆的能力真的是一无所知。幼稚奇，你带我来你公司录音棚干嘛？你不是说要练声乐吗？全世界最好的音乐老师就在这儿，我用最专业的设备帮你练声乐，怎么样？走。幼稚奇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这姑娘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带着她呀？怎么在哪儿都能见到你啊？手怎么了？这叫行为艺术。你幼稚不幼稚啊？别跟我扯别的话题。你为什么又带这女孩？之前出那么大绯闻，你不长记性啊？我只是带她用一下录音棚。行，你要是这么喜欢带这姑娘呢，要不然我把她签了，你们做师兄妹，省得被狗仔拍了又闹绯闻。哎，别。怎么了？因为他唱歌很难听，而且长相又普通，就算你签了他，也是亏了。行吧，哎，说正经事儿，你晚上把广告拍了吗？哦，对，什么广告？就是那个李导的幻能饮料。我看看啊，怎么又有广告？本来就盯着你拍，你跟我说你要上学，就换了金导的人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把他的人换下去，你拍。又是那个导演，脾气那么暴，我才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行。小刘，啊，一会儿把那录音棚的门锁上，不要让他们用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等等。我去。
尤日琴，毕竟是我们换了导演的人，你今天收敛一点。嗯，我去看一眼导演。喂，那个人看见没有？还真挺帅的。他是导演助理，你等等就去问他。我们几点钟收工？我，快去啊！嗯，哎，这种事情还不是小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佑之琪今天拍摄什么时候能结束？真是大牌哈，还没开始拍呢，就问什么时候结束了。就是啊，要想你们家哥哥早点拍完，就别站在这挡道，走一边去。站住！你跟他说什么呢？佑哥，我没说什么呀。给我的人道歉。对不起。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道歉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没事。对不起，佑之琪。我刚离开一会儿，你又给我惹事儿。你们家演员脾气挺大的，哼。哎，导演。喂。从现在开始，人际关系距离。一米二。是要我退到一米二以后？以内，你呀、啊，就是你长得一副好欺负的样子，在我的地盘，我保护你。苹果香，你帮我看，放这儿了。导演，都安排好了。您看看这行情，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岳老师，您的饮料。灯光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幻灯饮料。有梦想，无所不能。他状态不太好啊，我们再来一条吧。哎哎，好嘞，导演，来再来一条，快快快快！好，好。岳老师，我给您倒一点。来，现场准备开机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幻灯饮料，好，怎么回事？行行行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幻灯饮料。咔咔咔！刘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能不能拍啊？能拍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快点，快点！不加水了，快，再来一遍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刘哥。咔咔咔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导演，佑之琪现在身体不好，暂停拍摄吧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这个不行，他休息了，我现场怎么办？当初是你们换了我的演员，现在你们又不拍了，你这是把我们所有人都晾在这儿吗？
对不起啊，导演，但你说佑之琪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怎么拍也拍不完呀。我现场这么多工作人员都在这儿，你现在想不拍就不拍了？你们说不舒服就不舒服了？刚才明明什么问题都没有，现在怎么就拍不了了？导演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要不然等佑之琪身体舒服了，我们回来随时补拍，你看行吗？补拍，这是你们的工作，你现在拿补拍来打发我？哎呀，不是导演，您消消气，别生气，咱也歇一会儿是吧？悠悠姐，刚才佑之琪就是喝完这个饮料之后肚子疼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饮料有关系。陈明，你确定？嗯，我确定。之前佑之琪还好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喝了这个饮料的问题。到底是佑之琪有问题，还是饮料有问题？我们送去检验就知道了。小姑娘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饮料有问题，我刚刚现场这么多人都喝了，你现在要对你说的话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如果饮料没问题，我负责任；如果饮料有问题，你们必须给佑之琪一个交代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送检。如果我查出饮料有问题，你们就等着收传票。悠悠姐，我们这个饮料啊，开的时间一长了，谁也保不齐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掉进去，是不是？咱们大家一起做事，那就是缘分。咱们有什么事儿都好好商量，什么传票不传票的，这话说出去，多伤咱和气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刚才啊，是我态度不好，你别介意。佑哥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休息，等什么时候身体好了呢，再过来拍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去去去去，送悠悠姐回去休息。哎，悠悠姐，这水啊喝过了，我一会儿呢，让人搬几箱新的放您车上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这水啊就交给我吧。不用了，这饮料我就留下来给艺人当个纪念吧，就算是给一些人敲个警钟。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小动作，否则我绝不善罢甘休。我先带我艺人走了。这哦，对了。后悔身体的赔偿，还有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，我会让我助理给你详细对清楚的。哎，这事儿您放心，悠悠姐，我一定把这事儿算清楚。医生，他严重吗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你也知道我们佑之琪什么身份，最近活动骤减，老去医院很容易被造谣的。没事儿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这里面啊被下了泻药，过两天就好了。谢谢医生啊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小刘送一下医生。嗯，好。嗯，别让狗仔拍了。走。尤之琪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让他们给你交代的。作为补偿，给你们俩用那个大点录音棚吧。喂，金律师，帮我给阳光广告发律师函，我让他们赔底裤都不剩。你还好吧？还行吧，就是感觉身体空空的。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这样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几点了？我看一下啊，八点半。八点半？啊，那么晚了。走，去录音室。你行吗？就这样吧。走。哎，别紧张，我会把你唱的录下来，用音频做对比，这样子你会更清楚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唱什么呀？唱你最拿手的，比如说你星语一考试唱的那首歌。好，那你把音频发给我。哦，发给你了。嗯，进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那我开始喽。
都不会去信任别人，也从来不会去珍惜别人对你的信任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。是因为我才来艺考的。我来艺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艺考是因为我的梦想。因为我的梦想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，对吧？你是觉得我不行，我不配跟你签同一家公司，还是觉得我哪哪都不好？你不想坚持你自己的梦想了吗？我就是在坚持我的梦想啊，唱歌就是我的梦想。程明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你不应该靠捆绑我炒 CP 火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有一番成就。程明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是你。还是我们之前就见过？我知道我们没见过。我感觉好像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我的手好冷啊。
的手好暖。你的手也很暖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？我还没有学会用这种方式开玩笑，但我想，以后会的。帷幕落下，属于我的第一次登台彻底画上了句号。原本站在舞台中心的我变成了观众，我也明白了，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的过程，就算机会无声无息地溜走也不算什么坏事，因为它可以沉淀一个努力者的人生。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完就过去。刘志奇，你叫我干嘛？微风，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帮我照顾成明。照顾成明？替你？不是，你不是喜欢成明吗？怎么让我照顾他？是，我是喜欢他，但是我马上要离开了，再也没有办法照顾他。什么原因？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我这次走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，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是这样的，尤志奇，具体原因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成明，你觉得呢？我会给他一个交代的，但是今天这件事情请务必保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我走了。姐，我专门为你买的，祝贺你演出成功。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好了。我喜欢你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，成明？那天我喝多了，跟你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？对，你千万不要当真。尤之奇，你别闹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成明，要是我的行为让你产生误会了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什么误会啊？道什么歉啊？偶像和粉丝之间总是要有距离感的，我不应该混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而且我们也是因为意外才碰到一起的，不是吗？那你对我的那些好呢？你给我的表白呢？还有我们的初吻，这些都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那天喝多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就算是路边的小猫小狗也会喜欢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小猫小狗。刘诗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耍我！我就是在耍你！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孩，你这样我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从今往后，你的季节。哎，我拜托你们几个摆个好看点的姿势，好不好？你先过来，快点，好，快点，姿势，就等你了，快点，这，快点，快过来，三，二。欧洲不知道要贴多少张面膜才能白得回来。哦，对了，程明，你一会儿干嘛去啊？我和微风约好了要去帮他看店。就你们两个？艾米呢？艾米今天不是没来上课吗？我也没联系到她，所以一会儿去微风那儿也是去商量这件事儿。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雅丽，待会儿你干嘛去啊？练舞去啊。又练舞？上次我看见你在浏览国外舞蹈学校的网页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出国学习一下喽。不是吧你？咋啦？我觉得留学挺好的呀。雅丽，我陪你。你傻不傻？张一勇，他去国外了，你就更没戏。我去练舞了。哎，那个雅丽，我跟你一起，走吧。啊，我们俩先走，拜拜。你真要陪我去练舞啊？我作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观众，我给你提点专业的意见。张一勇师哥，李教授叫你过去一趟。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谢了。嗯，雅丽，这个突发情况，我找完李教授就给你发短信啊。嗯，那我就先去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，别受伤了。嗯。
丁东东，待会儿你干嘛去？拍照去。好吧，就你了，待会儿陪本小姐逛街。我不爱逛街。是我逛，又不是你逛。你的任务呢，就是给本小姐拎包。教授，这一次我想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。这件事情我不想你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经纪人在内，所以麻烦教授你了。你需要去多久？顺利的话一年，不顺利的话……好，我明白了，等你回来。进来，教授。教授，您找我？幼之奇的事。幼之奇？对，他已经休学一年了，按学校规定，休学一年期满要重新办理手续，要不然就按退学处理。你现在去他经纪公司，找他经纪人，把这些文件签上字，越快越好。行，教授，我现在就去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嗯，不是说逛街吗？为什么穿这么晚哦？笨死了，女生说逛街就逛街，逛街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拍照了。今天本仙女心情大好，给我拍一千张。就是逛街拍照可以，但是一千张有一点太……你愿不愿意吗？嗯，愿不愿意？拍照是可以，但是一千张实在是太多。一千这个数字。陈明，嗯，来喝水。好。对了，学长，嗯。你最近跟艾米有联系吗？她从开学报到就没来，我都已经好几天没看见她了。我最近没跟她联系啊，她怎么没去学校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最近有关注她微博上的动态，她经常发的照片定位都是同一个。是吗？嗯，我给你看啊。这个地方好像是个地下舞场吧？地下舞场。嗯。衣服拉上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经常参加这种舞蹈 battle 大赛，我以为国内没有，结果没想到国内有那么多 battle 大神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多亏了魏峰啊，他有微博账号，所以呢，他看到你的地址，我们就跟着过来了，是吧，魏峰？没想到你还挺关注我的。嗯，
我还关注到你已经两天都没有去上学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李教授请过假了，晚两天再去报道。没有跟你们联系是因为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这个饮料的颜色简直不是我喜欢的，我去换一杯。你们俩，你刚刚说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，想放松一下。那过两天找个时间，我们叫上大家一起玩玩吧。魏峰，我们两个不一样，你的生活一帆风顺，但我的生活却一塌糊涂。对我妈来说，自由和爱情比我重要。我爸到现在他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。艾米，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，你都很重要。而且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找爸爸这件事上，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纠结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任何回应呢。你说我在很多人心里都特别重要，那你觉得在他心里我重要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学校？一会儿还有一场 battle， 今晚就回学校。先走了。哟，来了，专车司机。大明星，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，走了。尤志奇，这次从日本回来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是国内好，但我感觉自己变化还是挺大的。下次啊，你别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了，一路过来又没人拍你，你已经是过气的爱豆了。那是我伪装的好，谢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去我那里喝一杯吧，走吧。20岁的人，眼睛里露出40岁的眼神，故事有点多呀。高处不胜寒。我也是第一次做人，承受太多也很累的。哇，你居然藏酒了！小声一点，这酒我藏了很久。对了，我从日本提前半个月回来，莫妮卡说你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她建议我对你的药物量有所减少，基本上有机会可以完全康复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年没白去。来。那肯定没有白去啊，否则怎么会减少你药物的用量呢？这个心理疾病的治疗啊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你不要着急，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其实并没有影响你的正常生活。以前的我很自信，以为自己可以走出来，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，它始终跟随着我，尤其是在去校园以后。是因为出现了想要守护的人，那个女孩叫成明吧？是，她叫成明。她的名字和她人一样。走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才刚开始喝。当然是去找想要守护的人。哎，
送外卖的不让进啊。谁是送外卖的呀？你有审美吗？我是幼稚期的同学，来找他经纪人悠悠签个东西。那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预约不能进。对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我真的是幼稚期的同班同学。那你俩是不是还是室友啊？哎呦我去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每天来冒充明星的同学、室友、女朋友、老婆、亲妈，我都见得多了。你这套路也太老了，能不能找点新鲜的？我跟你说呀，那些是他的粉丝，你看我像吗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办完事情立马就走，绝不逗留。学校还有重要的人在等我回去呢。啊！哎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嘿，我怎么就还跟你们说不明白了呢？幼稚鞋，哎呦我去！哎哎，站住！我幼稚鞋终于回来了。刘志奇，我喜欢你，我答应你。跟你在一起，刘志奇，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告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你别瞒着我，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呀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。刘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留远点。刘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再不回来的话，你的资源就要被别人给抢光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明天回公司吗？悠悠姐让我过来接你的，她下午已经给你安排了记者专访。我不走，我还有事情呢。人找着了吗？哎，悠姐，他在我旁边呢。你让他接电话。悠姐，悠志奇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王记者马上就到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刚刚回来你就给我安排工作？你消失一年了，你都耽误多少工作了？你都快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给我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回到宿舍，你要把所有照片都给我整理出来，然后挑出最好看的合适照发给我，我可要拿去剧组投简历的。丁冬冬，你在看什么？有我好看。丁冬冬，那不是尤志奇吗？是吧？嗯。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尤志奇回来了。跳舞的艾米姐这太帅了，闪闪发光。对啊，舞台上的艾米真的太有魅力了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嗯。我看你今天看她的眼神有点不一样哦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艾米。哎呀，我懂，所以我才走的嘛，留给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喂，曲如月。喂，成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回学校啊。我也在学校啊。成明，怎么了？成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先不要激动。嗯。幼稚奇回来了。幼稚奇回来了？对。那他人在哪儿呢？他被人带走了。被谁带走了？被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。白白胖胖。嗯。是他的助理。那你要不要去见他？成明，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
其实当时幼稚期走的时候，他来找过我，而且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他好像有什么苦衷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但是他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说清楚。哎呦，大叔，我求求你，我上有老下没小的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行不行？你别叫我大叔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你都在我这儿耗了几个小时了，我求求你赶紧走吧，好吗？不行，我都答应我们教授了，今天不签完这个东西啊，我是不可能走的。那我就在这赖着不走了，赖着不走了。来来，给他拉开，事儿啊，不走了，行，回来，行啊。方亚莲在学校等我呢。幼稚奇，佑哥，我去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！你说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商议过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！李双白教授让我来这儿找悠悠，在你的休学延期申请书上签个字，结果这俩哥们儿。那尤其是他拦了我一整天。他是我同学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幼稚期同学？我现在能不能进？哎，就问你们俩气不气。告辞。幼稚期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知不知道你消失这一年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？这些全是积压的拍摄和代言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培养一个艺人花多少钱，费多少心思，动多少人脉？陈总都要杀了我。看到没？如此彪悍的人，就是我的经纪人，也是你要找的悠悠女士。了解，母老虎呗。别给我绕话题，你告诉我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怎么面对这些合同？公司损失谁负责？所以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对对对，之前呢是你没回来，我才来想要找这母老虎，找悠悠姐。所以既然现在你回来了，那你的休学延期申请书给你吧，拿回去吧，我下次自己找李教授。行，白来了呗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这次就得听我的。我已经约好了娱乐周刊的记者，一会儿呢做个专访，迅速把这一年失去资源给我夺回来。真不应该回公司的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公司培养了几个新人练习生，需要你提携一下，以后一起出个通告。哦，这才是你说的重点吧？哎，这事儿我在行呀。悠悠姐，我给你秀一个。嘿哟，听到你们谈话，我很惊讶。练习生的事情考虑我一下。你自己好好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记者来。那个悠悠姐，你再考虑一下呗，我会的可多了，我还有别的才艺。哎，佑哥，我觉得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，等咱们俩回到学校之后再叙旧，先走了。哎，悠悠姐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找幼稚奇。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我没有预约，但是我找他有急事儿，我是他同学。今天怎么这么多同学呀？对啊，刚才来了一个，现在又来一个。刚才来过一个，但是我真的是他同学。那你怎么证明啊？证明给我看看。大叔，我找他有事儿，真的是急事儿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行吗？你出去。大叔，出去。十项全能的练习生去哪儿找？张一勇。哎，程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来找幼稚奇的？他真的回来了吗？真的呀，他就在楼上，走，我带你去。哎，没有证明是不能上去的。我说大叔，幼稚奇不是刚带我上去吗？那你就叫他下来再带你一次呀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？我这人按规矩办事，不讲道理。针对我是吧？我劝你好自为之。
事儿。该刮胡子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成明，快去！哎，不许进！哎，站住！快去！你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站住！这都让你知道你来找佑之杰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哎，打！哎，让一下！让一下！哎呀，你怎么？让一下啊！太过分了，你们！我不讲道理的，你哥哥的，连礼貌都没有，我今天都不就跑掉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这个样子，我有话想要问你。要不然你先进去洗一下，我帮你把衣服烘干。王记者，来里面请。您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，我叫一下尤志奇。来，王记者。尤志奇，这是尤哥的家。啊，尤志奇，你在里面干嘛呢？你要尤志奇，尤志奇，你干嘛呢？还不赶紧出来！王记者都到了。我洗澡了。啊！大下午洗什么澡啊？糊弄谁呀？哎，您想喝点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弄点茶、咖啡，啥都有这儿。悠悠，尤志奇在里面吗？在，在洗澡。这王记者，尤志奇怎么不见人呢？哎，王记者，我们家一人洗澡呢，咱们出去等他吧，好吧？大下午洗什么澡啊？这一路风尘仆仆赶回来，为了见您，洗个澡应该的。我们出去等他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那这女鞋怎么回事？我的。你的？嗯。她看着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。哎，王记者。我就喜欢穿小鞋。悠悠，这不对吧？这有问题。哎呦，这有什么问题的？王记者，我在我带的艺人家放双我的鞋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要不你约那么早，我在家睡美容觉。我是觉得不对，他是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吗？王记者，不，王记者，我们家艺人洗澡了，您进去多不合适啊，说是不是？谁？王记者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就进去看一眼，这公司的。王记者，王记者，我看一眼。你们早赶紧下来。哎，王记者，王记者，赶紧这边。他们都走了。都走了。啊，那你呢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尤志奇，给我出去！你换好了，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这一年去哪儿了？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是不是和你的病有关系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公司说你去国外游学，可是游学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是不是去治病了？程明，对不起，一年前我的主治医生说我的病情加重，只能去日本治疗。程明，我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，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。那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，我害怕。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。
你从来都只想你怕，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只是想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陈明，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？刘志奇，说走的是你，说回来的也是你。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。是，你回来了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可是程明，我再也不是原来的刘志奇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也不是之前的程明了。各位媒体记者们，今天发布会到这里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哎，这怎么什么呀？这不是耍人玩吗？刚刚刘志奇可是承认了，你们不只是艺人和经纪人的关系，难道你们现在是想否认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是想。刘志奇最近遭遇了很多事情，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还请各位不要把他说的话。我的情绪很稳定，发布会继续。刘志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想干什么？大家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世吗？我现在告诉你。干什么呀？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孩子是谁吧？没错，这个人就是我。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。我是一名孤儿。刘志奇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这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为秘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一出生能含着金汤匙当一名所谓的豪门子弟。如果可以，我更希望有一双普通的父母，他们能够亲口告诉我我的生日是哪一天，而不是每年都要把被人贩子绑架解救的那一天当作生日。我和悠悠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，是他把我从福利院带出来，是他给了我新的生活，也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照顾我、陪伴我、保护我。他就像是我的母亲，也是姐姐，更是家人。是他填补了我这一生当中永远失去的那一部分。程明，佑之奇选择在这个时候坦白自己的情况，说不定是件好事呢。首先，你也别太担心啊。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佑之奇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心疼他。他那么小，就一个人从福利院长大。我想起我们上次去福利院给小朋友表演节目的时候。他该有多难过！接下来我会以学业为重，暂停一切商演。
尤之奇，你这次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悠悠姐，这一次我又任性了一次，可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。我不想活在虚假人设里，我就是一个孤儿。好好的说这些做什么？你不提，我也能帮你把黑料挡下去。这些都是事实啊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也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了。这些年你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，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该我保护你了。可是你也不能拿你的前途开玩笑啊。放心吧，出国这一年我一直在学音乐制作，也会自己去尝试着编曲。你知道的，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和音乐制作人是我内心一直追求的，这也是我去星宇的原因。未来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登顶，而不是以一个 idol 的身份。你想转型，我一定会帮你，但是你不用以这种方式揭开你的伤疤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承受这一切。那接下来呢？怎么办？接下来我希望把快结束的校园生活圆满结束，这一次我只想做个普通人。有人需要我，去吧，去吧。尤之奇，魏峰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终于回归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了。终于。对了，成名这一年过得怎么样？他这一年很好，很努力。他一直都很努力，看起来小小一只，却仿佛永远有使不完的上进心。他这一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拼更刻苦，就像一个程序精准的机器人，每天上课练习，练习上课。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和你站到并肩的位置。之前你发生那么大的事情还一走了之，他很伤心，但是依旧想尽办法帮你。你应该明白他的良苦用心。我明白，所以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了。谢谢你。